皇上又没翻牌子，李公公，咱还是借一步说话吧。这都一年多了，皇上就是不进后宫，连宝月楼也不带去了，这连中宫都冷落了，其他主也没什么好说的。罢了。左右过了正月，皇上就要南巡，到时候少不了有江南佳丽左右侍奉着。是，去吧。哎，好喝吗？嗯，许久没有喝到额娘做的暗香汤了。你什么时候想喝就跟额娘说，额娘就做给你喝。嗯，额娘，你会跟皇阿玛一起去南巡吗？额娘留在宫里陪你好不好？儿子希望额娘能跟皇阿玛一起去。额娘，你和皇阿玛许久没有见面了，都是儿子的错。儿子不想您跟皇阿玛因为儿子的缘故而生分，儿子希望你们能像从前一样常常在一起。永基啊，这所有的一切都跟你无关。额娘呢，只希望你跟从前一样高高兴兴的。嗯。姐姐，你就跟皇上一起去南巡吧，这样永基也会安心一点。这宫里一切的人和事，我都会照应的。姐姐，你大可放心。永基，你很希望额娘去吗？嗯。好，那额娘回去。好。十二阿哥，奴婢备了一些新做的点心。您随奴婢一起去尝尝。去吧。嗯。姐姐，我知道你因为凌云彻的事在怪我。这些日子你也不大想见我。永基这阵子心里苦。还麻烦你多多照应着，这趟南巡也辛苦你照应着宫里了。时候不早了，你和永基也早点回吧。是，那姐姐也早些安置吧。我先回去了。这京城风物干燥，江南多水润呢。再说了，咱们到了江南也是二月了，有薄薄春色，诚信难游，皇娘也是该多多享清福了。原本不想出远门，但听得是下江南，未免有点心动。哼，你是太平天子，天下和静，万业兴盛，那哀家就由得你。好，此次南行可绝恩负恩赏，官民察吏，
也可一览山川之秀丽，民屋之丰美。皇帝心有万民，自然是好的。当然，这次和皇后同去，彼此也可请好些许。这些年来，哀家知道皇帝心里有气，也不好太劝。不过皇帝啊，你与中宫疏远的也太过分了。皇额娘说的是，只要皇后不太过分，面子总是要顾的。你是皇帝，心胸要宽。哀家看这一年多，你连令贵妃和荣嫔都不大理会，直到你介怀了。这次下江南，好好散散心。是。